今天下午天气虽然不好，但来到淡水中山北路二段还是相当热闹。原来是民进党征召的市议员参选人郑源，今天下午正式成立竞选总部。出身淡水的民进党世家，顶着纽约州律师的光环，郑源被视为民进党内的明日之星，因此今天有许多名嘴前来助讲。而谢长廷也率领的谢系立委姚文智、谢欣宁一起来站台，就连国内体坛知名的飞跃羚羊纪政都现身相挺。历史执照，啊，这点嘛，讲起来在台湾是上欠缺的。哦，你看那阿狗啊，都在美国读啊久，美国律师执照也摕无到。咱的台湾囡仔、查某囡仔，人安尼干那摕加州摕到硕士，就摕到美国的历史执照，表示啊，亲胜于蓝。因为淡海捷运线的预算都还袂变嘞。啊，无钱是要安那动土，要安那开工？为着选举，为着选举，甲各位淡水的乡亲安尼欺骗，所以咱大家牵绳，大家做伙，咱用高票给宇恩入去市议会，让伊来监督新北市政府。但是新人郑宇恩讲真正的，新人的艰苦我想了解，新人需要大家搁较侪鼓励，搁较侪支持。宇恩的条件足好。28岁，充满热忱，正是打拼的好时机。就说他就先辞掉华硕的工作，而且给大家报告，那个时阵东部还未决定要征调伊，伊是先辞掉华硕的迄个职务了，再讲我愿意接受民进党的征调。所以他有破釜沉舟的精神，这种就是少年人来胆识台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足可贵的哈。我甲查过哈。对我美国纽约州的律师，我那熟悉另外一个啦，好，这个你知道多一个不？叫做希拉瑞啦，叫做希拉瑞要选美国总统啦，哦，啊，这郑宇恩纽约州的律师要来选咱淡水的议员哦，爱甲支持也无啊？爱，我就想着讲，迄阵啊淡水边的讲话，迄阵啊我伫讲话，迄阵苏贞昌的讲话，坦白讲，口才无伊遐好啊，无遐在啊。风度也无遐好啦，所以我就讲讲，将来有一天，郑宇恩，咱若甲听堂好有机会，一定伫个政治舞台顶，会徛伫阮徛个舞台顶，比阮国家进步，比阮国家优秀，所以咱爱甲支持，对不对？他的窗子开下来，然后呢跟你挥手，因为呢你站在。这个巴黎龙形的路，然后，上那个入这个官渡桥的，在那个边跟大家在挥手在拜票的，然后我见到了，所以我就把窗户就拉下来，然后跟你打。可是因为必须要很快啊，袂使停起来嘛，对吧哈？所以你可能无感觉到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是第三次见到你。买晒恭喜，太阳花世代一个代表人物，所以讲啊，这次。民进党在淡水区的提名，这款的这么优秀的人选，这就表示啥？表示民进党有体察到社会的脉动，所以讲，亲像这么优秀的青年，这是咱未来，哦，国家的这个希望。台出冲浪板年轻的郑宇恩不但拥有高学历，更是冲浪运动的高手，希望用冲浪挑战大自然的精神，用年轻人的活力让他顺利挺进议会，为青年发声。对，选举其实就跟冲浪一样，冲浪你要首先你要克服大自然的力量，你要对克服大自然对大自然的恐惧，所以这就好像我年轻人要克服对政治的恐惧，你要下定决心往前冲，这种精神就跟冲浪一样。那自己私底下怎么会迷上冲浪的运动？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大二的时候去了金山，喜欢大海。那我在那边遇到了波管工厂的老板，那是金山很有名的一家冲浪店。那在那个冲浪店，老板教我冲浪，我从此以后就爱上了冲浪，因为冲浪可以无拘无束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就是驰骋在浪头上就可以了。支持的群众高喊口号，虽然天空下着雨，但仍然没有浇熄他们的热情。而随着竞选总部的成立，淡水的选情也逐渐加温。记者陈博伟，淡水采访报道。